哇塞！好嘞。哦，是小鹿哦。嗨，很逗啊。哦，哦，你们很白目啊，猫。还留嘴？嗯，为什么跟我吵架？争夺地盘喽！不知道，我觉得。狼也在玩。猫头鹰还是虫啊？那就是抓旁边的虫咯。你要吃树枝吗？嘿，我塞你的洞，快跑啊！让虫虫好可怜哦。哇！怎么会？神水竟然早就已经干掉了，没有最珍贵的水，就没有办法让花开了。打喷嚏。爸爸，你吃土吧。看莎莎这么难过，把他叫来床边，告诉他，啊，是了，该不会用他的泪水或鼻涕来灌溉吧？爸爸只是要睡着了。阿妈只是睡着了。只要你好好的，爸爸什么都不怕。哇，这个泪水。莎莎难过的哭了，她的眼泪滴在泥土上。渐渐的，土里冒出嫩芽，嫩芽长出枝叶，枝叶开出花苞，花苞绽放成一朵美丽的郁金香。原来，女儿就是她最珍贵的东西。哇！这个好像个小名哦。爸爸都病好了，为了感谢丰饶神。父女两人一起把花种到土里，山坡上开了好多好多的郁金香，丰饶神也好开心。从此以后，莎莎和爸爸一起照顾这片花海，永远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一起。哒哒！我靠，这发蕊太及时了吧！哒哒，永远生活在一起，哒哒。啊，这个我知道插哪里了。
他去中间，看一下，中哪个？这是中间哦，那是右边。这原本不是开的吧？啊！哇！哇！酿酒啊，太太！9月19日，天气晴。注意！9月19日。在家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害怕。神作。越想越紧张，然后就会跟以前一样，头好痛，不能呼吸，一直发抖和咳嗽。好久没有这样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明明同学大家都好好的，但我就会想很多，很担心会有不好的事情，常常吸不到空气的感觉，睡不着。再想说，睡着以后可能就醒不来了。睡不着的时候，爸爸都会带我去找何老师。哎呦！感冒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好大的蚯蚓哦！爸爸也会带我去那里拜拜。因为我以前病得最重的时候，是给何老师看过才好起来的，所以爸爸很信任何老师。妈妈说不要太相信那个何老师有问题。爸爸相信，所以我也相信。何老师跟爸爸有问题。好起来。完了。何老师跟爸爸一定有问题。何老师啊，你怎么跟爸爸有问题啊？我会卡，不好意思。国泰民安。林北是泥鳅啦！又关灯。哦，我喝醉了是不是？还是马赛克处理？完了，我就头上。还好。啊，推下去吗？跳下来吗？搞不好何老师是男的啊。女儿红。妻子，剧本，小乖，你是我们的宝，你可知道爸妈的一切都压在你身上了？待我们老了，走不动了，就换你来孝顺爸妈，知道不？孩子，妈知道了，孩子知道了，妈。看见妻子的宝冠、锦袍、金缕，答应妈妈你会认真向上，这些宝贝便给你带着。谢谢妈，答应妈，一定要认真，等我长大，一定用。全以报，让爸妈过上好生活。还有妻子百般欣慰，心里知晓这几年生养的努力不会白费。浮雕碎片一个，金属浮雕碎片上面浮着一个女人。这片。等一下，他吃了什么啊，哥鬼啊？他感觉是吃一个老鼠还是什么？只要把衣服什么东西吃下去了。打开打火机，女儿真的红了。又是这里耶。我们卫冕者的分数是，我又是你啦。84 85 86 8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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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吗？附上照片，好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Hello， 哎呦，猎把枪呢？都被涂掉了。哎，上色了，眼睛都变这样子哎，哇塞！
白痴哦，白痴！妈的妈，妈的妈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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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说这个招哦，在这里哦，你们眼睛好厉害哦。0910716，好的。哎呀，蚊子走开啦！0716，0716，0716，88888888888888。好，哎、欸，填上去了、欸，那表示说这两边还有事情没触发吗？来这边，对，这里，0716，砍价吗？然后这个花要插上去，这不是这样用的啊，这是花，不是这样用吗？0716。哇，木偶剧场哦，欸，我变小 baby 了，要抓周吗？哎呦，3月24日，天气晴。大衣柜是我的秘密基地，每次叔叔阿姨来的时候，爸爸妈妈都会叫我去打招呼。哦，躲在衣柜里面、哦。但是我觉得陪客人聊天好麻烦，我不喜欢被问那些问题，哦、也不知道讲什么，所以我都躲起来等他们走掉。哎呀，薪水多少啊？交女朋友了没？什么时候结婚？有没有车？有没有房？在做什么？晚安哦，晚安哦。哦，都是钱。感谢斗内，感谢斗内，吃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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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到手，好可爱哦。最后抓到麦克风，站起来了。在里面，我可以小声唱歌，可是没有人在听，所以我都乱唱。我觉得、啊、在衣柜里，我唱的比在台上还好听。要是比赛都搬在衣柜里就好了，这样就不会在大舞台上发抖，也没有人会在台下用力盯着我。哦，放女成凤。都是剧本欸，丁孩子满洲远孩子到这个完人之后可以当官，你可以当商，你可以当大夫或是当大将军，你要大富大贵，大紫大红，功成名就，摸头。对，好了，要找新的剧情了。叮，这个盆栽真的不是这样用的吗？
再试一次。是啊，把它插进去了、欸。希望他将来成长茁壮。1980，1985年吧。1980，1985在哪？1985这里。哇，果然，好漂亮哦！秋风也跑来玩啦、啊！10月9日台风天，今天我的病还是没有好，又要一整天躺在床上，真的好讨厌。但是有一个好事，那就是爸爸送了我一个礼物，是一本故事书。睡觉的时候，他一句一句的念给我听，我还在上面乱画，把故事改得很好笑，好好玩。爸爸教我折故事里的那种花，色纸用完了，我们就拿爸爸不要的稿纸来用。一开始折得很丑，可是爸爸很认真教我，真的好开心。而且折了很多魔法的郁金香后，我的呼吸就变得很顺，真的好神奇哦！好神奇哦！我偷偷把最漂亮的一朵藏在书里面，这样小草念故事的时候，爸爸就会看到了。哦，好用心哦！噔噔，最后一片了吗？感觉还有一片呢。剧本《御花香》，丈夫一人对着郊外日光，丈夫独白：唉，实在咏不出文思。难道江郎真的才尽？房外，见孩子蹲着玩纸张，丈夫一晃眼，惊觉是自己被驳回的文作。丈夫挂号生气，哎、欸，你怎么啊？太大声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玩把的东西？玩把的东西。丈夫使劲抢过纸，才见他折成花朵。孩子，把你看，是玉花香送你哦，这玉花香送你。丈夫接着纸，百感交集。这文章被外头鄙夷，在孩子眼里竟然像宝。没了。哎，爸爸的，哎，感觉可以合成一个圈了哎。爱与花，好了，这边也没有了。感觉应该像刚刚蛇那样子啊，得把我送到大厅去啊。我没有。而且我觉得这个画风不像是当时的画风哎，不觉得吗？这个画风。玉香花，好，对不起嘛。玉花香就很像是那个啊，郁金香的香气。讲错了啦，拍死！会自动倒装。你们该不会在 DC 讲说，哦，教主那个就是在那边用啊，那边用啊。还是我发现之后，你们觉得哦，教主走，你怎么那么聪明啊？你好神哦之类的，哈哈哈。组合起来放放这边，对啊，我现在在找唱片机啊，因为这边没有唱片机。唱片机在哪一个房子？应该只剩下最后一个了，因为他现在公布栏就是解锁一个就会多一张图啊。你看， 1985已经全部满了。好啦，我们现在没有好吗？啊，是不会吹捧一下你，我那么神。该剩下一个啊，海报咧，哎、欸，都凑满了哎、欸，啊，这是放这里啦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被送回来了哎、欸，搞鬼哦、喔，
后面有人在哭。阿斯一定要让我吓到啊！准备了，我要转头了，三二一。北七哦，吓到了啦！看到我想做坏事，奥拉想吓人。哪里呀、啊？真是这里呀、啊！超碎片没啦、啊！嗨，抱抱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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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太台吗？我觉得。哇，原来你喜欢在上面啊！哇，好害羞，我的天啊，好害羞哦，太太，你怎么在上面啊？孩子船，回到上一个存档点啊！我死了、哦，等一下会死人的哦！嗨，我还很开心冲过去，我记得三次吧，对不对？三次再来嘞，然后嘞，最后一次了，最后一次了，最后一次了。预备！靠呀，走哪边啊？等一下啦！我要走哪边？我不知道。你不要再来了哦，会很累哦。哎，我回头，他还是在同一个位置哎。咦？奇妙。而且不能跑步啊，也不能跳啊。跑不了啊，大家试试看。因为我，你没看到我刚回头。哦、这边哦。哎、欸。白痴哦！警察伯伯，对啊，这个女生一直哦受不了哎、欸。